待ち続けるその時を。来，欢迎回来《三国志幻想大陆》。那今天呢，是我们消耗阳寿的时候了啊！真的很久没有在三幻这边消耗阳寿了，因为我们第六季的三合呢啊，今天终于开了。那今天顺便来介绍一下，我们第六季三合出了哪些风物志，那大概要抽哪些池子。那讲完之后，我们今天去一样，如果有时间的话，打几场架好了。那今天打架的话，那个火烛队啊，上次打过几场就不玩了啊。今天我们来玩一下雷霆冲锋枪。每次以前都被人家踢嘛啊，我们来玩一下，我们来踢别人的一个爽感。好，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第六赛季。那目前第六赛季，今天是已经到碧灵城下跟鳝鱼玉来了，在我们远征路这边。第一个，等一下介绍一下他的那个就是新品啊，这个我、哦、还有山海经哦，这十个啊，我们新的一个风物志。那第六赛季的话，之前介绍过，如果要抽的话，那目前。前面的礼拜大家都可以略过，这边到这边了、啊。目前进度在这边，濒临城下跟这个山隐玉来。那如果你要抽的话，记得把资源弄在云锦啊这个池子，还有流风回血啊这两个池子。这两个池子那个强在哪边呢？啊，因为他们有影响我们全体怒气值的那个风物质，那个这是什么？月舞百戏图，然后毒凤鸣，然后秋风跟那个冬雪素心，这四个的话会影响到我们全体怒气值，就是有些是加我们的，有些是降别人的，所以流风跟云锦啊这两个池子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要留资源的话啊，尽量留给这两个池子，其他部分的话都可以直接略过了。那到时候第七季的话也是一样的啦，那到第八季的话开始我们有那个关于那个龙魂的那个我们风物质啊就会出来了，所以到第八季的时候才会比较有差异。第六、第七的话，基本都是抽跟全体风物质有关系的池子就好了。OK， 但是总共的池子我们还是可以抽了。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十个风物质吧。啊，我们那个第六赛季这个风物质，那第一个的话是这个鱼出舟梭啊，看一下它的能力是什么。反弹全体伤害加一层伤害抗击，这个还 OK， 但是反弹伤害目前好像也不是主流吧。吸金杂技啊，这个吸血的感觉，如果你是姜维的话啊，应该蛮哦。还有异常状态命中啊，这个也还不错。然后再来是山海经哦，这个漂亮。普攻伤害增加啊，这个也是适合姜维的。怒攻伤害也增加，感觉还行。然后但是跟怒气值比较没有搭上边，一般都是比较那个重要度就没那么高。打前排增伤，前排增伤受到前排减伤哦，这个也 OK。目前。抢先手的前排好像，但是大家还是喜欢丢后排。那阳关轻剑，这是一把剑嘛？哦，这个人好帅气，打后排增伤，然后后排减伤一样，对应的。哎、欸，等一下，按错了。然后再來是这个是什么？屏幕灯影。哦，这个剑，哦，这个帅哦。那普攻增伤，普攻减伤，那姜那个姜维用的黄华碧霄。哦，他们的现在的那个图跟名字都选得这么帅气。怒攻啊，减免啊，这应该是给抗队用的吧，都是免伤。然后再来这个，哇，肥鲤招潮镜，哇、哦、帅，这个哇、哦、这个哦哦呦哦呦，哦这个鲤鱼，这个鲤鱼很有名，加抗加灭哦，全阵营抗全阵营灭哦，这个还不错，五星。然后金明春一样加全抗全灭的，前面的话是刚刚是鼠跟那个嘛，然后这个是群跟五。然后再来是宋朝昭仪，哦哟，凤凰吗？普攻增伤，怒攻增伤啊，这个也是 OK 的。好啦，差不多啦，这是新池啊，这是十个这个第六赛季的那个新的风物质。好，那我们今天一样来抽卡啊，那这些卡池我都先留给之后的啦。那我们一样抽黄牌好了，黄牌是最便宜，不是最便宜啦。黄牌是最那个 CP 值最低啊，因为那个都会混杂着抽啊。不过反正随意抽就好啊，黄牌不用太那个。好，150抽啊，我们今天来抽一下吧，快速抽就可以了，不用这边咪牌啊。目前三幻已经玩到现在，哎、欸，这是什么？冬雪素心，哎呀，这个不错，哎呀，这个异品啊，这就是影响那个全体怒气值，影响如果到三星的话了，影响。打全体初始怒气值25点，哇，这个不错，而且还帅，我可以叠加的。哎呀，黄牌是有些好货的嘛。来来来，再来几个影响那个风物质那个怒气值的话，应该就不错。哎，又是保底。哎、欸，来了，素问啊，这好像不是刚刚那个，没有异品。普攻增伤，怒攻减伤，还行。
看看有什么好货。这是史记啊，这个不用，这直接略过吧。这不知道抽几次。哎，来了默写，哇，四个 SS 啊，不错。150抽，看看能有几个 SS 啊？目前是四个，25抽一个保底嘛，所以保底是六个。目前四个，哇操，不会吧？目前是六个，哎、欸，目前四个了啊，这第五个稀土地心图啊，这可以抽超多的。好，第五个，期望值是应该说保底是六个，应该要超过这个吧？有了吧？没有，啊、又保底。来，雪林雪袍，这个有抽过吗？看一下，啊，免伤 ，OK， 好了，六个了。我们只要再多抽到的都是保超过保底，应该是有吧？我昨天自己抽来三蛋黄，有吧？没有，有开灵宝弓，这个没什么用啊。20，哎、欸，哇，百鸟重凤毒，哇，这個、第八个，哇，不错不错不错，有八个有八个，哎、欸，第九个，哎、欸，抽到了啊，新品啊，这个新品上市。这次全体反弹所有伤害啊，加一趴，怎么说啊？抗堆也可以用。哇，抽到九个还十个？有啊，没有，可惜。那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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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风尾加马两抽，哎、欸，有了啊，有好有，又是细数地形图，十个。好了，没了啊，抽完好、哦、很爽，哎、欸，又有那个竹尾加马，哎、欸，竹尾又加马两抽，哇、哦，超爽的。哇，没有空大，有，没有，哎，抽个保底吧。来个十抽好了。有，来夜火弓啊，哎、欸、哦，双蛋黄啊，可惜没有三蛋黄。好了 ，OK 了，抽完了，感觉运气这样子看一看，170抽大概有13个那个，感觉还行。好，那我们把那个通物质啊冲一下，这个哦四星的哟，哇，抗群加 16%， 抗灭加 16%， 看这怎么那么猛，哇，这啊这个紫色等一下再自己弄好，我们弄橙色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夜火弓，怒弓增伤 0.5， 减伤 0.5， 满身少。然后再来这个是。打敌方前排增伤啊，前排打我们减伤啊，还行。然后再下一个，哎，这个新品上市啊，全体反弹伤害不错。然后二星速问，怒攻增伤 ，OK 啊，没有。好，就这样，那我们整理一下，等一下去打架吧。那整理完之后，我们再把我苦存已久的啊，我们的四重横二阵啊，终于可以升到四星的，哇，这个。升到四星的话，就是第二回合结束开始之后呢，啊，全体的那个最终减伤从30%降低到40%，最终减伤，而且是全体啊，但是这是第二回合。好来，四重开，哇，横二阵四星，哇，超级贵啊，超级贵，哇，看四星，然后下一个就是五星啊，五星真的是耗费超级多资源。那如果要冲完的话，风使八卦方圆都满了，那就剩最后一个了。目前大家的那个应该都差不多都快满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打架27亿的雷霆冲锋枪啊，来试试看成效如何。好，来一样，目前哎呦看920米这么差，来 PK 这个，哎呦哎呦，那么巧啊，魅惑一下没中。我们雷霆冲锋枪对位。对方有那个荀彧啊，一脚先把他踹了，冲刺上啊，马儿踢，然后怒气之轰，他的风春哥冲刺啊，我被踢走了，我被踢走了，也飞走了啊，双方一起飞，魅惑，哇，我好久没看到貂蝉的魅惑了，哇，雷霆冲锋枪。感觉我们真是特别强啊！曹丕，现在曹丕会用吗？应该还是会用。魅惑一下，冲刺！好，扇子三，诸葛亮好像被抵封掉了。魅惑两个，哎呦，痛哦，死了！哎呀，
那就不好意思了，再踢，冲刺，没有踢走，可惜了。哎，坏了，区域坏了，三十一三抵抗，我们也就抵抗了。然后奶一口，哎呀，连战歌都不见了。哎，华佗魅惑解了，上白狐，冲刺，痛吧！我们姜维带弱点，其实还是不错的。射日弓，雨露冰山，抱一下，冲刺。哎呀！我操！姜维，他姜维怎么这么有点强？要不然貂蝉魅惑他一下好了，我看好痛。魅惑，哎，两个一起中，他要解了，王国之财，哎，死了。好，我们雷霆冲锋枪啊，看起来就不错了。等到雷霆造影五星五火的时候，应该就更强。这是什么东西啊？啊，那个火毒枪啊。哇，贾老的这个皮肤真的很帅，要怎么拿？哎呦，附身合体，阿赫抓菜踢不走，哎，踢得走吗？好像踢不走哦，靠腰。阿赫尴尬，平常玩火毒玩习惯啊，现在是被人家玩，哇，好痛哦，哇，这个毒，好毒，真的好毒，你杀小啦，踢踢踢踢踢。然后还晕眩啊！可恶，太悲伤了，我的战歌就这样死了。哎，附身合体结束了。哎，我到现在是不是还都还没有攻？我到现在还没攻击，我的天哪！干！火毒枪这么猛，他小。哇，全晕呐、啊！哇塞，他的火毒枪怎么那么猛啊？他可以曹丕哦。欸、他配的是曹丕，他不配诸葛果，要不下次我们也来玩一下曹丕好了。哇，真的是好毒啊！我是不是连出手一次都没出手到？我操，真是太烂了！看，要深刻检讨一下。哎，这个是哎呦切后的雷霆造雨配造雨，然后这是谁啊？哇，蔡文姬，把把都有蔡文姬。我看我下次曹丕也换成蔡文姬好了。哎，天怒踢一脚，然后，哎呦哎呦，他的雷霆造雨好像没我猛哦，啊，七倒八倒就剩半条血了，冲刺不痛，奶一口蔡文姬，冲刺，啊，我下次诸葛果换蔡文姬好了，等下换一下好了，我感觉我们续战力还是要够一下，哎呦。蔡文姬保你三次，驯虎吞狼，哎，死了，三十一三，气没了，啊，没了，上，冲刺，剩诸葛果跟赵云啊，我们可以狙了，哎呀，赢了，好 ，OK 了，那雷霆当水浆今天出师不利啊，冲锋浆了，出师不利啊，那个遇到火毒队真的是很闹赛。好啦，下次我还是玩火毒好了，只是心术现在拉不起来，他没有复刻招募啊，有点尴尬。好，就这样啦，那就等到时候那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那两个池子啊，到时候那个流风池跟那个云锦池啊出的时候，我们再来抽一下。OK， 那想支持一下，我是轩劳，感谢收看，下次有人再见。